我看到还有一张照片，这照片太劲爆了、啊。哎，这更好玩，这是求婚吗？对，那个是乌兰图雅的演唱会。乌雅老师是吧？对，乌兰图雅前日刚来过我们节目啊。哎、嗯、呀、嗯，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掌握到这张照片，解释不清了，啊、赶紧说说。图雅没有跟你们说吗？我们的关系没有啊。啊，好，你今天在这儿拍一下吧，赶紧揭秘一下。他当时请嘉宾呢，就请了三位帅哥，嗯，请了我，请了云飞哥，然后请了阿云嘎，嗯。然后我当时就想说，他们俩上台的时候就跟他一顿哈拉，哈拉完了以后唱一首歌走了。嗯，我当时想，这样多没有爆点呀、啊。然后我就拿着这束花，人主持人还没介绍我上台呢，那导演还在那儿拿着对讲机说啊，那个扎西老师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就直接拿着花冲上去。图雅还在那儿啊，谢谢各位朋友，然后怎么怎么样，还在那儿说话、嗯。然后一转过来一看，我单膝跪地拿着花，然后我当时在想，就是我在想他怎么接我这一场。嗯，他直接就跑了，哎呀，我还是稚嫩了、嗯、我没有想到这场面怎么收拾、嗯、我就一个人跪在那儿，跪了好久他也不过来、嗯、然后我就尬在那儿，就怎么办，你不收这花我就一直这么跪着吗、嗯、好多人误会，以为这个图雅是我、啊、这肯定误会啊，这个呢是一个美丽的误会，嗯，然后呢也希望广大的这个优秀的那个男粉丝啊，嗯，然后在这个节目下方这个报名啊，然后图雅还未婚、嗯就是你说你给人添多大乱吧，这个对图雅说，你看人家有好的这个喜欢我的这个男士都不敢靠近我了，给你一个解决这个事儿的非常好的方法，好，以后无论给哪位女歌手去助阵，你都这样给她献个花，这种照片多了就没人信了，我觉得这是个坑呢。未来还有什么打算吗？对于我来说这句话可能有点大，但是这是我的目标、嗯、我希望我在10年以后20年以后我是一个艺术家，嗯，我希望自己能往那个方向发展，嗯，但是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起码去努力，如果将来10年以后20年以后啊我们还有机会，但是还是我们俩坐一块儿吧，啊，也许你们俩坐一块儿采访我了啊，还有机会啊。这采访到这个扎西，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不说是青年歌手了啊，我们说的就是青年歌唱表演艺术家。希望努力努力努力。近期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可能对于熟悉我的朋友也发现了，就是我的一些曲风和歌路啊，更多的会有一些厚重的作品会呈现出来、嗯、现在也演唱了一首歌曲呢，也是一个得了5个1工程奖的一个大型的歌舞剧的主题曲，叫雪浪花，嗯，今天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大家、嗯、好好，嗯，一块来欣赏。一朵朵雪浪花盛开在雪山之巅，那么洁白，那么深情，它歌唱着美丽的家园啊，仿佛这灿烂的云河。感谢扎西顿珠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啊，和非常优美的歌声，也希望你在音乐的道路上越走越好。